贝贝，贝贝吃了饭过后一般都比较困。在看啥子？在瞧啥子？在瞧啥子？贝贝。今天真的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江总。我相信，徐仁心中也很期待遇到像我这样的甲方，因为只有我才能给他这么大的压力。最近谈生意人吃饭好没意思啊。看妈妈上。看不到我这么远。他如果像你这样啊，还没。妈妈要吃饭。早就倒闭了。来，那段好胖。胖完呢？这男人真的很恶心，我觉得。哦。我在想，今天过后，我在你心里的形象应该可以有所改观吧。好累哦，吃饭，吃饭也被发呆。活了好多好像。之前，我在你心里的形象一定不怎么好吧？瞧啥子？瞧照相机上。这个姿势。好，我刚刚的故事确实打动你了。嗯，又想睡觉了。其实，我只是想。嘿，就这种没有长相、没有身材的男人，耶，惨了，吹给灯了，哈哈，又吹格了，嗯。小贝，你今天十天大了，知道不？吹给灯了，惨了。嗯，他惨了。这份文件需要您签署一下。怎么，还习惯吗？非常好，谢谢。